笑效果，轻松搞笑的情景还原，冷门知识的幽默演绎。今天的节目继续带你探索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属于我们，对，万岁，万岁。可凡可乐的脑袋里总有些奇奇怪怪的想法，是美妙的幻象还是糟糕的主意？今天又会有什么事儿会让呼噜小精灵头疼呢？大仓库特别制作的亲子公益节目《妈咪爱宝贝》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儿童安全知识呢？我去侦查一下。欢迎来到大仓库，我是仓库管理员王浩源。大家好，我是西西。大家好，我是仓库管理员朱轩宁。哎，我昨天看到一个有趣的问题，你说在电影《侏罗纪世界》里有很多霸王龙追着人跑的镜头，可是总是追不上，是因为霸王龙跑得慢吗？其实啊，按照霸王龙腿部的肌肉结构还有它的体重来计算的话，其实它跑的也不是很快，是40公里每小时。嗯，40公里每小时，速度挺快的。哎，等会我算。哎，大约是每秒10米啊。现在的百米几乎也要9秒多呢，所以霸王龙比人跑得快喽。那为什么人总能逃脱呢？这就是电影里的首要定律，主角光环的作用。而且啊，假如我和浩源到侏罗纪世界里的，我还是比较安全的。你说你老比快有什么意思？哎，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世上没有比慢的运动啊？慢多没意思，有什么可比的啊？谁说的？有时候慢才有趣，不信你看。谁说只有快速才是完美？感受着呈现在缓慢中的美感吧。无限放大的魅力，一秒间的神奇舞蹈，你现在喜欢慢速了吗？我说别等了，你可不可以帮帮我？怎么帮你？啊，我觉得呀，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制度都是不合理的。比如呢？比如啊，人们在赛跑时总是比谁快而不是比谁慢，然后人们还总是比成绩而不是比谁更会玩。那你想我怎么样帮你呢？我想重新制定这些规则。让我想想，好像还真有这样的东西。当当当当，这是什么？秩序法典，它的纸是由正义女神特米斯的宫殿里的白橡树做成的，你可以在上面写下你想制定的规则，凡是你附近的人都必须按照这个规则行事。真的吗？太好了，借我玩玩。哎，王后园，真是的，又不听我说完，你会后悔的。咱们还是先去收看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吧。团长，咱们在孤岛上等，真的能截获商船啊？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人能够掌握这最先进的航海技术，所以说一定会有人迷路的。那您是说就像我们一样吗？闭嘴，咱们海盗本来就是居无定所的，所以这不能算是迷路。但是船长，这个岛上什么也没有，而且那个贪吃的俘虏已经吃掉咱们所有的口粮啊。别胡说八道，我就吃了一个烧饼，哪就吃了所有的口粮了？哎，不是，我就奇了怪了，这海军难道都有毛病吗？为什么所有的海盗船长都是独眼龙呢？哎，难道海军们只对船长的左眼感兴趣？哎呦，可怜的家伙，在这个时代，后向线仪还没发明出来呢，我们需要通过观测太阳来辨别方向。有90%的船长都因为眼睛长期直射太阳而受到视力的损失。这万恶的鬼天气啊！渣渣们，把我们剩下的食物都拿上来吧。不过船长，咱们就剩几坛德国泡菜了。大名鼎鼎的海盗王就只能靠吃德国泡菜过日子。你竟然敢嘲笑德国泡菜，
看来你还是不知道这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是什么，那就是航海家们的噩梦——坏血病。你不知道吧？18世纪医学还不发达，坏血病严重威胁着长期出海的水手们的生命。到后来才发现，坏血病其实是严重缺乏维生素 C 造成的，而富含维生素 C 又容易存储的德国泡菜解决了这一问题。哎，卖了卖了啊！德国泡菜一个金币一坛，快点买，有钱给你买，没钱不许来。这么给我一坛？撒手！有钱你才能买，没钱你买什么？我的金币全都让你们给抢光了，我哪有钱呀？那也不行，你也看到了，我们剩的并不多了。就是，看在我们一起流落孤岛的份上，那就给我来一坛吧。也可以，不过没那么容易，你得给我们讲一个有趣的故事。讲故事，哎。这个故事啊，也是发生在海上。士兵们，今日我等将要扬名天下，胜利将会属于我们。对，万岁！万岁！我们要聆听我们伟大神灵的启示。神通万岁！神。你说的是一只兔吗？啊，对呀。我呢将喂这只兔子呢吃大米，通过呢看它吃还是不吃，就能够预测未来，看看我们是否能够得到胜利。那如果它要是不吃呢？相信我，它肯定会吃的。伟大的神灵啊，把命运告诉我们吧。不是跟你说让你饿他几天了吗？饿他了，估计现在有点晕船。啊，是，他没吃大米，他逃命了，他输掉了。怎么办？不要紧，我有办法。大家快看，神兔原来他现在不饿，他渴了，他在喝水，他溺水了。他杀了神兔，他们一定死了。等一下，我还有办法。两只耳朵竖起来呀，吃萝卜不认识马，一步步跳跳，真可爱呀，真可爱呀，真可爱呀。这是法典，他真的可以随意的改变规则吗？哎呀，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想试试。我觉得你还是别试了，总觉得会有危险。我也这么觉得，你还是别试了吧。哎呀，你们都是太谨慎了，你们不行，我行。哎哎，王浩然，王浩然，回来，王浩然，别乱写。掌声有请的小观众们，有很多是看着动画片、听着动画歌曲长大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关于成长的故事吧。Here I go.有没有过像大胡子勇士这样的想法，挺身而出拯救地球？这就是成长第一步，勇敢。We'll be right back.
驯龙高手大家还记得吗？维京勇士的道路光靠勇敢并不足够，成长第二步沟通。这片古老的丛林，大路的周围也有各种选择和方向，荆棘跟火焰，成长第三步，信念。There's a dreamy world up there. Dear friends in higher places, carry me away from here. Travel light, let the sun eclipse you, 'cause your flight is about to leave. And there's more to this brave adventure than you'd ever believe. Bird's eye view, awake the stars, they're all around you. Wide eyes will always light you.Chase your dreams and remember these sweet bravery. 'Cause after all, those wings will take you up so high. So pick up forest, fortify as you race the wind and take to the sky. You take to the sky.Of war and wonder, there's a stormy world up there. You can't whisper above the thunder, but you can fly anywhere. Purple burst of paper birds, this picture paints a thousand words. So take a breath of myth and mystery, don't look back. Bird's eye view, awake the stars, they're all around you. Wide eyes will always brighten.Chase your dreams and remember these sweet bravery. 'Cause after all, those wings will take you up so high. So pick up forest, fortify as you brace the wind and take to the sky.如果你问我打败邪恶靠什么，我一定会用这首歌回答你。成长第四步，智慧。
小动物们一起疯狂，把关爱传递给每个人。有可能这不是成长中最有用的，却是最重要的。成长第五步，爱心。Oh, please believe, though it's hard to see, that hope can grow from despair. Don't be afraid when the road is long. I'm here with you all the way. With one step, that first step you take.Your journey has begun. With just one step, that first step you take, begins the journey to come. Oh, but there's nothing you could ever say. Oh, nothing you could say. No, adventure is a thing only made for some. Sorry, time to let the doubt go. We won't let you say no. Not until the road is beneath your feet. 希望我了，让我赢了算了。不，你觉得规则有意义吗？所以说，你就认输吧，让我赢了得了。不行，我怎么能够让你赢呢？那我就继续吧。不对，还正在跑光。我警告过你们，别乱用秩序法典吧。看来今天他俩是没有时间主持节目啦。可凡可乐的脑袋里总有些奇奇怪怪的想法，是美妙的幻象，还是糟糕的主意？今天又会有什么事儿会让呼噜小精灵头疼呢？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啊？其中一方放下虚荣心认输的时候就停下来了。哎呀，这秩序法典太危险了吧。我警告过他们的哟。我觉得咱们还是把它销毁了比较好。别别啊，这种东西现在全世界只有两个地方有，销毁了多可惜呀。那也就是说另外一个地方还有这种东西。对呀，不过世界上只有这两份了。那另外那个在哪里呢？哦，另一份就在呼噜小精灵们的手里，他们把它做成了一本书，叫什么名字我不记得了。呼噜小精灵那里，我有种不好的预感，希望他们不要乱用这种东西。和绳子一样拉嗓子。难吃的菜要这么吃，嘿嘿。首先呢，把菜要夹起来。哎，看到了吗？哦，哦，啊，你看这样不就吃掉了吗？哈哈，哎呦，大力吃这么香。大力，这个饭你也吃得下去啊？美味。啊？美味好。啊不。那我替你们解决吧。我，大力，这饭这么难吃，你还吃得这么香？啊。这跟我妈那创意菜比起来，简直是太美味了。创意菜，创意菜啊，就是一种追求创意和一种诡异搭配的烹饪法。可是我听着还挺酷的，挺酷的。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吃的是什么吗？什么呀？西瓜炖豆腐，香蕉鱼片汤。你知道我前天晚上吃的是什么吗？前天晚上吃的是菠萝粉丝包，橘汁炖牛肉，还有什么呢？柿子炒鸡蛋，
还有烟儿梨炒豆芽儿。我告诉你，我大哥，别说了，再说我该吐了。我现在才发现自己多幸福，妈妈做的饭这么好吃，可我就是。是啊，我现在都开始期待我们的晚饭了。既然你们有所期待，那么你就把这个给我吧。真是喷天呀、这是什么味道？你们回来啦！妈妈，姑姑，今天是万圣节嘛？你怎么穿的这么特别？哎呀，你管我穿成什么样啊！快去洗手，准备吃晚饭了。我最爱吃妈妈做的饭了。真的吗？妈妈，以后不管您做什么，我都不会挑食的。以前挑食不怪您，是妈妈不好，妈妈做的菜太单调了。今晚就有惊喜，真的！快去洗手吧。耶！惊喜？我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洗完了手，哥。你的预感应验了。啊？什么应验了？噔，菜来了。哎呦！橘子皮烧芹菜，苹果炒胡萝卜丝。怎么样，惊喜吧？真惊喜，惊喜的我都喷天上去了。哎，我今天啊碰见了大力的妈妈，她给了我一本创意食谱。看完了我才发现，我这些年做的菜是多么的没有新意。以后啊，咱们天天都吃创意菜，怎么样？开心吧？哎，这是我做的土豆豆浆，来，干杯。啊，干杯！哎，哥哥，来，吃菜。哥。啊？嘘，你忘了我中午告诉你吃难吃菜的方法了吗？慢点儿。对啊，吃点菜压一压啊，吃点菜。我也吃。对了，我还给你们准备了餐后甜点，等着啊。哇，还有点心啊！来，哇，小蛋糕，尝尝吧，我亲自做的芥末蛋糕。芥末蛋糕。又没有人跟你抢，着什么急呀、啊？哎，可凡，来，你也尝一个。哎，谢谢姑姑。姑姑，我的手机响了，我接个电话。柯老师，喂，柯老师好。啊，实验报告。哦、啊，对，我实验报告忘了发给您了。好，我现在就发。好。姑姑，我的实验报告忘了发给柯老师，柯老师让我现在就给他发过去。我回屋了啊，蛋糕我吃，我拿回屋吃啊。走了。哎，哥，我有道问题要问你，等一下，来，这我也吃啊。不好吃吗？这惨遭遇怎么就发生在咱们身上了呀？创意菜太可怕了，不如我们和妈妈说实话吧。说实话那怎么行啊？你看姑姑对她这个蛋糕是多自信呢，咱们可不能打击她。哎呀，那怎么办啊？怎么办、啊？可乐可白，怎么样？蛋糕好吃吗？好吃。你们怎么都没吃啊？吃不好吃啊？好吃，这么好吃的东西，当然得让弟弟先吃了。不了，哥哥比我大，哥你我应该让着你吗？哎呀，你们两个就别互相谦让了。明天啊，我再多做几个奖励你们。来，一人一个，吃吧，乖啦。妈妈再见。哎，好好吃吧。姑姑慢走。
可凡。在这儿呢。在干什么呀？我们在。我们没有干什么。不知道，好像闻到了蛋糕的味道。不可能，不可能，没有蛋糕，没有蛋糕。不知道看到了可凡手里拿着蛋糕，不知道也想吃蛋糕。哎呦，被你发现了，那就全给你吃了啊！这么多，你不知道吃这个？可乐，你怎么小气啊？啊！可乐，好小气，不该不知道吃蛋糕。这个蛋糕可太难吃了。小屁孩，你的借口也太不好了，这怎么能骗得过聪明的不知道？对，不知道知道了，可乐就是不想让不知道吃。哥，你不知道，哥他害你了，这个真的不能吃。可乐。可乐才是害不知道的，不知道刚才就看到可乐还在吃。我那是，你就让人家吃吧，吃吧。不能吃，不知道。哎呀，可乐和可凡的差距也太大。吃了。先救人，先放哪儿啊？放哪儿？这！啊！来！我这怎么办？现在？行吗？这样？不知道，你真的是太邋遢了。不知道，没事了吧？不知道，不知道，这是怎么了？是这样的，我给他吃了一个。芥末蛋糕啊！为什么让不知道吃芥末蛋糕？可凡真的是太可恶了，为什么要给不知道吃芥末蛋糕？不是这样的，我也没有办法呀。我姑姑做的蛋糕实在是太难吃了，我就找了一个人来帮我们吃一下嘛。哎，不对呀、啊，妈妈做的蛋糕不是一向都很好吃吗？呀，事情是这样的。原来事情是这么回事。陈小小，你快帮帮我吧。有了，笑一笑来调制一种美味调味剂，可以让任何食物变得很美味。啊，真的吗？事情真是。当然。笑一笑，保证没问题。不信的话，可以试试，试试，试试，哎，来试试，哎，吃，试试，试试，嗯。不对，不对，怎么回事？有问题啊？怎么回事啊？不知道，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真有那么好吃吗？我也试试。真的是太好吃了，小笑你太厉害了。哥，这是我们俩的秘密，不能让妈妈发现，我们要把这个药水藏起来。这个药水
哎，大力，哎，可凡你可来了，哎，干嘛呀？给我带点吃的呢。啊，哎呀，吃的怎么可能会藏在这儿啊？再说了，我也没带。嗯，这什么？但是我带来了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听哪个？还是先说坏的吧。那我说坏消息了，你站稳了，别以后喷天上去了。好，我姑姑学会做创意菜了，而且菜谱跟你妈妈的一样。妈耶！哟，哎，大力，不是你别吓我啊，这怎么回事？大力，我说一坏消息怎么就成这样？我还有好消息没说呢，好消息。哎，好消息是什么？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面有一个仙人告诉我了一个魔法口诀，可以把食物变得特别的美味。胡说！我告诉你可凡，以后你再也不许拿食物的事跟我开玩笑了。哎，大力，我没有开玩笑，这是真的。啊，要不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哎，大力，那是你的饭吧？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嗯。啊，噼里啪啦，呜啦呜啦，啊，食物变好吃。那好了，你现在来试试，尝尝。情不自禁啊！你味觉出问题了吧？我这个饭跟你们那个不一样，我这个饭是被可凡施过魔法的。可凡那个魔法可厉害了，只要是他施过魔法的，任何东西都会变好吃。魔法？你还相信可凡说的话呀？真的？哎，你怎么不信呢？可凡。你给他们施展一下，好，这都是好朋友，快，好，来，等等，啊，你手里拿的什么？什么都没有，我明明看见东西，快来，没有啊，拿出来我看一眼，什么都没有，哎，干嘛？这是什么？给我看一眼，哎，给我，别想，干，破，干什么呀你？破我一脸，哎。我不是故意的，把别人都给弄没了。哎呦，可凡，大力，你身上味道就如同刚才食物的味道一样。大力，咱们冷静啊，冷静。香，我不是食物。可凡，让我尝一口吧。可乐。可乐，可乐，没事，我，尝尝我做的这两道新菜，南瓜牙膏汤，鸡蛋炒桃子。
哇，好期待呀、啊！可乐的，可凡的，哥要了，都给你了，都给你了，太好了，好了，开饭了，哇，好期待呀、啊！可乐，怎么了？哇！怎么样？哎，可乐，你好点没啊？妈妈实在不知道这创意菜这么可怕。我妈妈，不怪你，都怪我，我的胃口太保守了。可乐，妈妈以后再也不瞎搞什么创意菜了。你快点好起来吧，妈妈错了。其实都怪我，我不应该把调料换成墨水，要不然可乐也不会食物中毒。啊，哥，我说，哥，我说你怎么这么好心，把美味调料都留给了我？啊？什么美味调料啊？啊？哦，我发明的，为了盖住创意菜的味道，我发明的。那你这些调料里面都放了些什么呀？我放了白胡椒面、花椒水、辣椒油、盐、味精什么的。我忘记了。哎，这怎么回事？什么情况？这是可凡！哎，太可恶了，害完不知道，又害可乐啊！小娟应该都听见了，可凡用墨水换了调料啊！我就哎呀，不是你，你为什么把调料换成墨水？我为什么？对，可凡为什么害可乐？我可凡要老实交代，要不然哎呀呀就把可凡变成雕像。哎呦，别别，哎呦，我说，我哪会害可乐呀？我其实就是把那个调料吧带到学校去了，结果不小心弄洒了，我就拿墨水掉个包。哥，都说好了，调料是咱俩的秘密，你为什么要带到学校？笑一笑，好不容易做的调料，都让可凡给浪费了。就是，哎呀呀，要替笑一笑惩罚可凡。哎呦，又来了，可乐，可凡。哇，好酷酷。是创意的吗？嗨，保证传统。耶耶，小叶，冲啊！无聊，变好吃，变好吃。噼里啪啦呼，呼啦呼啦呼，噼里啪啦呼。大仓库特别制作的亲子公益节目《妈咪爱宝贝》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儿童安全知识呢？我去侦查下。长城小蓝小熊耶，安全须知要牢记，我们都是乖小孩，快乐健康成长。奇怪，什么味道？
奇怪的味道。我去侦查下。妈咪爱贝。哦。小鼻子挺灵，闻着香味就来了。这是香味吗？尝尝你爱吃的蛋羹。什么傻话呢？妈妈怎么会不爱你？那为什么喂我这么难吃的东西？怎么会难吃？妈妈的手艺可是……啊，果然是有点失水准。小的巧克力豆怎么能喂给程程呢？程程还小，不会咀嚼食物，小巧克力豆吞下去会窒息的。窒息？窒息就像只隐形的黑手，卡住你的脖子，让你喘不过气，会有生命危险的。啊，这么吓人！还有些食物也要特别小心。比如果冻不能吸着吃，吸着吃一不小心就会整个吸进喉咙里，到时候也会引起窒息，那样你就再也看不到妈妈了。果冻一定要用勺子吃，或者嚼碎了再咽。我记住了，我可不想窒息。呵呵，妈咪爱贝，来，再给我吃点嘛。剩的不多了。兰，你怎么能边跑边吃东西？这样也会窒息吗？妈妈不是告诉过你吃东西时要安安静静的吃吗？吃东西时乱跑、大笑、说话，这些都有可能引起窒息的。啊，那么可怕。这种小东西千万不能往嘴里放，也不可以让程程接触这些，记住了吗？哦，记住了。好孩子，来尝尝妈妈新做的蛋羹。救你，说是哪只黑手？是窒息。啊？窒息？就是无法呼吸的意思。啊，听上去好难受，好可怕。所以要注意安全，远离他。那你知道怎么远离他吗？吃东西时不能乱跑、大笑。要用勺子吃，不可以吸着吃。咬的东西不可以往嘴里塞。对了，今天还学到一件事儿，蓝妈妈做的蛋羹也要远离。看了今天的动画片，那么你能说出哪种行为是正确的吗？我是中国女孩王思柔，我14岁，我生活在音乐的世界里。对我来说，梦想使前途变得一片光明。我是中国女孩李小一，今年13岁，我喜欢站在窗边读书，喜欢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书上的感觉。我是中国女孩 Miki， 我今年13岁，我徜徉在舞蹈的海洋里，我热爱舞蹈。我喜欢用镜头记录着五颜六色的世界。
我是中国女孩欣欣，今年13岁。我是中国女孩季之涵，我今年12岁。我喜欢舞蹈，在足球上转动，用自己的肢体表达感受。我们热爱生活，我们追逐梦想，我们的未来充满了未知与希望。谁说我们的生活只有单调的黑白灰？谁说我们毫无品味？今天就让我们告诉那个世界，我们是中国少年，我们为自己代言。一点点创意，加上足够的耐心，你就可以在家里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这些漂亮的微缩景观看上去是不是很奇妙呢？